宝宝的资质确实挺好的。于导的善恶强，他肯定不是一般般的强。出其不意，可惜要废了。哎，这只镜台真喜欢啊，这只镜台挺好用的。宝宝装备看了多少的啊？这是93的、92的、91的啊、91的、90的、89的，但是高防御的，87的、92的、92的、89的、89的，这个是高防高血啊，也挺好用。这个是88的，这是86的啊，这个是高防高血的，这法宝宝装备啊，建议换95以上。操，他妈多花几百块钱，二狗给的建议就他妈这他妈建议，我操，让我给鞋子熔炼，你他妈快给我滚吧！他他妈就想让我鞋子拉啊！我这鞋子，我这鞋子属性肯定前五的，建议的真好，下次别他妈建议了啊！这鞋子嘛，敏捷64啊，精英鞋敏捷64，防御101，腰带防御109啊，腰带防御109，腰带的话应该是目前第一啊。有个新出的腰带属性比我好，但是它没熔炼啊。帽子不用说，项链不用说啊，武器不用说，衣服这熔炼都没法提升了，零式没得说啊，确实很难提升了啊。套的话是一个啊带神器项链的一个全身啊16+11啊，拥有多件蓝字装备啊。属性拉满的啊，封印武装。然而在这同时呢，还有超高的经验。看我经验多少了，经验1977亿，快2000了。上个月刷了41啊，大上个月刷了45啊，以前刷过50，这个月18亿啊，可惜还得用，要不然就给么么哒给兄弟们抽了啊，对不对？抽完了以后你别卖就行了，继续打服战啊。我留着也没啥用，我也不上号，也不刷经验的，这种号玩起来真的很乏味，一点体验都没有啊！你总不能拿着这种装备去刷打怪，打怪这么高的抗性也没有用，六特技也没有用，复印命中率也没有用，对吧？法防灵式都没有用啊！而且宝宝有的很多连点都没加完啊，现在区内得加点了。哦，现在宝宝区内得加点了，因为及时传档。谛听在黑熊那儿呢，